在2005年就曾经被提出来过，不但没有受到规范，旧轮胎之祸还愈演愈烈。加热之后不但气温刺激，而且会释放出大量致癌物质反应。科技创造绿色未来，脉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应用为先导，站在科技最前沿，以创新环保、低碳生活的理念，专注于免充气轮胎技术研发。一流的研发团队与科研机构展开密切合作，率先研发出新型免充气轮胎，填补了世界空白。轮胎结构技术的突破，使耐度轮胎无需充气，防扎防刺，彻底解决爆胎漏气问题，安全性能得到质的飞跃。斜杠加强筋的加入，使产品更加坚实牢固，完美承载不同用户需求。蜂窝状圆孔减震结构，在赋予产品良好散热的同时，增强弹力性能，并轻量化胎体，让骑行更加平稳、省力、舒适。先进的橡胶工艺，使耐度轮胎具备良好的耐寒、耐热及耐磨性能，使用期长达3年以上，达到持续运行5000公里的国际标准。采用热塑性弹性体，通过严苛的欧美环保测试，更可回收利用，极大降低资源能耗。安全、便捷、环保，使耐度轮胎成为政府大力倡导的高新技术项目，获得国家专项基金扶持，并成为苏州体育总局自行车训练指定轮胎，荣获18项国家专利及4项国际专利。耐动正以其完美的品质，引领着一场轮胎工业的绿色革命。低碳出行是一种文明环保的生活方式，耐动轮胎在公共自行车上的广泛应用，标志着低碳出行将跨入免充气轮胎时代。耐动轮胎已成功应用于广州、深圳、重庆、合肥、南京、西安、太原等全国30余个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，4年来创下零返修的记录，为公共自行车运营节省了大量的维护成本，将品牌种子深植消费者心中。我们公共自行车项目运作3年多以来，一直都是使用它的产品。共用一台自行车的话，打气充气比较麻烦。我们做过粗略的统计啊，每6台就是故障了，就有1台是或者外胎或者内胎的问题。然后现在的话不用这么麻烦了。在维护方面带来两面维护的一个好处。还有一个就是怕如果是裂胎啊、爆胎啊，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耐动轮胎广泛适用于电动车、环卫车、健身车、特种车、滑板车、高尔夫球车、医疗器械等领域。目前耐动已同凯菲利自行车、大行自行车、松林电动车、朗汇集团等企业成功合作，不断拓展市场网络，立足广东辐射全国，并出口意大利、日本、韩国等发达国家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免充气轮胎的热潮。中国目前拥有5亿辆自行车，拥有各类电动车近2亿辆，是一个超过300亿元的广阔市场，孕育出耐动轮胎极具发展潜力的市场空间。耐动轮胎免维护、可回收，更将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环保效益。据测算，若全国自行车更新使用耐动轮胎，每年将节省轮胎折损成本达200亿元，
节约天然橡胶150,000吨，相当于整个海南橡胶产区一年的产量。未来，耐冻将坚持自主创新之路，建立环保轮胎研究院，加速产品研发，将科技向节能环保的各个领域不断延伸，用绿色科技成就美好未来。创新环保，低碳生活，耐冻轮胎。